们现在西门町，我们刚下捷运站。那里很多吃熟的东西。对啊，西门町很热闹哈，一出门就是两个大鱼，还有一个龙在那里。2024台北灯节大会广播，因人潮众多小朋友，救护站，祝您掌声愉快。应该是往那边走吧。台北 Lantern Festival Event Announcement。哦，外公来了！哇，这外公送你们从印度的。OK。还有哎，好可爱哦！外公只有买东西给你们。外公还买了什么给你？很好笑哎、欸！哇，好可爱哟、喔！你也有一个 purple one， 很可爱啊！我们往前走吧。走吧。Let's go， 姐姐。妹妹 ，turn around。Smile， 姐姐 ，hurry。好 ，ready，1，2，3， 很可爱哦，走吧。外婆每次都喜欢喝的成都杨桃冰，她说现在只有外带，以前有杨桃冰，还有什么啊？我记得好多种，杨桃汁啊，还有那个凤梨。哦，他以前有那罐罐，现在都变 picture 了。对啊，你看现在这么多人。哇、wow, ，好多人。啊？西门町也很热闹，今天因为灯节吧。哦，龙哎、欸！你看这个龙很特别哦，都是 circle 做成的。大龙下来了，站好，站好。神龙护体哦。龙转乾坤，啊，龙情蜜意，啊 ，Let's keep going。啊，你看这个拉面，鬼金棒，好像有听过哎。对啊，我来看一下地图，这是北门展区、中华路展区、捷运西门，所以要走过去到北门哦。OK。对啊，然后刚刚那边是那个龙的嘛，然后我们这样走下去走到北门 ，OK？ 现在这里啊，好 ，Let's go。这个炸烤店看起来好可爱 ，Go。哎，帮你们 take a picture 要不要？好，来一二。三，好走。龙妈两个，对面写城隍灯区哎。我们等下可以走过去。好，我们等下走了。有啊，那个有斑马线可以过。这边的感觉比较现代化哈。这个哈，这是什么啊？有点街头艺人的表演。西门町，我们先去城隍灯区，再绕回来哈。感觉那里很漂亮。有啊，它那区有一些比较传统。有啊，蛮大的。那很像 Under the Sea， right？ 我想过去那边。你唱什么？我忘记要怎么唱。Under the Sea。Under the sea， 悠乐悠悠。不是啊，真的这样子，真的这么轻，这样子，我真的没穿。来，妹妹，我帮你们 take a picture。啊，很漂亮哦。来，妹妹，一二三，很多鱼啊。这是悠悠卡的。哦。这是叫悠悠。悠悠。漂亮的通道。右转，好多灯笼哦。中山堂区，我们走去看看吧。哦，恐龙哦，对，因为龙年嘛，恐龙。妹妹，你要跟 dinosaur take a picture？ Yeah， do you want to take a picture with it？ Okay， ready？ 1 2 3 Okay， let's go。
这一个是最近网络上很。看这个蛋好大。哦，对啊。真的耶。真的。刚生出来的 baby 哦。那玩的那什么好 ？I don't know。还看不出来什么？你跟这个。在这里，又来了，闹死你了！最近网络上很红的，觉得吗？有吗？我要跟他拍照。哦 ，OK， 我们一家都是龙，看得到了。好，一二三，好。假装龙。好，我们赶快走。这个。是什么？哦，他有写名字啊，释迦佛祖。为什么中善人在一起啊 ？I don't know， 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还有这个嫦娥，还有那个黄金的东西。Oh yeah， 嫦娥在。众神保庇龙平安。嗯，好吧 ，Let's go。你们要一行一行看吗？妈妈从这边，你们要进去就进去。妈妈，她屁股好大。Do you want to take a picture with the horse? Since you're a horse? That's not the horse, but okay. One, two, three. 那是 horse 啊。对啊。牛。这个是牛。牛。屁股翘太高。他知道，他是说后面。妹妹又是恐龙哎、欸，到处都是恐龙。啊，这是那个台北动物园的这个，那个木栅的吗？木栅的，我们才去哈。龙逛台北，幸福城市。快在后面聊。不会，还好。好多龙哦！对，好像是。哦，中山堂好多哦。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？呐喊之龙哦，那个 Edvard Munch 的那个画。不是啦，是一个很有名的画。姐姐他们会知道。看谁做的？好好笑、喔。国小组哎、欸，你看他们做的这个很有趣，那个画的，很有名的画《呐喊》，你看变成《呐喊的龙》，好好笑。还有是《呐喊之龙》。哦，《呐喊之》。可是他们在叫。I don't know。那幅画好像就是在讲人有可能很多表达很多恐惧的人吧，有恐惧的人。那还有四个眼睛的。妈妈，帮我拿下，你看我。那是鼻孔吧？妈妈，你看我。啊，那是鼻孔。嗯，好。好 ，Let's go。啊，很漂亮，这个很漂亮哈，妹妹。It's pretty。你看这个也很美，这还会动。你看这个很美，也会动哎。有吗？还有乱买吗？他没钱就没买，就买了这个、哦、还买了 keychain。他应该60块也不可能光买这个啊。没有啊，他说他花光了、哦。他可能买吃的吧。对，我想他有买。不过他们说，我说那里面有人生病，他没有人生病。哦 ，nice。哎、欸，妹妹，姐姐 key 库洛米哦，好多库洛米。我要跟库洛米拍照。这个库洛米会不会比较可爱？拿一个库洛米，好几个库洛米，还有龙猫哎，这个吗？你要跟这个吗？那个库洛米好像比较可爱，这个 the purple head one。哦，好。Ready？ 这有点像蛇哎。哦，所以你要跟他还是他？哦，好 ，Ready？ 一二三，好。哦，好。它很像蛇。一二三，好。但是它看得到人吗？这也还是国小组。这个龙有穿衣服。啊、oh, ，these are pretty for 国小哎。
这国小这样不错吧？民生接力小。这是出水芙蓉富有鱼。是啊，我们从这个龙拱门出去了。哇，好大的龙拱门，龙头在另外一边。这也是 some god。这是发财树吗？很漂亮啊。等外公的时候，他们决定要吃外婆喜欢吃的鸭肉饼。来，鸭肉饼米粉来了。哦，好，一二三，好，很做作耶。妹妹好吃吗？米粉好不好吃？ Don't forget your headband。 好吃吗妹妹？不要啦。哦，好多鸭鹅。你们的鹅肉来了，你要不要吃一口？ You might like it。好吃了，这家很有名啊。这个，你叫爸爸，你的爸爸也来。给爹吃一口，给我一口。好吃吗？蘸的。弄点酱油。怎么蘸法？我不想蘸。那你自己吃。会很硬。哦，很嫩。然后它的味，它的咸味刚刚好。哦，啊。喂。Is it good?这都皮，嗯，这块皮要吃啊，这是熏的。You like it? 没有啊，等到下次啊。Is it good? 没感觉。不喜欢啊，好吃。是不是应该北门会有一点 something？ 哦，桥上也有这个应该是国际的吧，这是关岛 Guam， 这可能是国际的。对啊，就是他们也是，哎，你看，国家的不是吗？这里是哪？这应该是韩国。妹妹，你会跳吗？你在这边跳，跟着跳。他给你这个叫什么？里面可能有灯呢。你有 ？Let me see， 有没有？有吗？他爸爸买了杨桃汁跟凤梨冰，排很久，就外婆爱吃的。可以吗？好吃吗，姐姐？这个，成都杨桃冰。好吃吗，姐姐？杨桃汁好喝吗？我想喝。外婆小时候吃的，应该很久了吧？我看他有没有写1966年，比我还老。好吃吗 ？Is it good？ 这是什么？福岛。福岛县。藤县，这些都日本的，下次我们都可以。才去的。对啊，那我们是去东京。对啊。
纪松市。前往日本市的奥利邦哦。你要 OK 吗？你要 OK 吗？没收货啊。然后这个是 Osaka 是哪？大阪。爱媛松山市。等一下吧，这边，但拍起来都是黑的、啊。第一场是5:10，第二场是6:30，第三场8:00，这是最后一场9:00哦。待会呢，你们拿到这个枪的时候，还有4位，快点去排队，赶快去。还有4位啊、哦。完了呢，好吧。拿枪，大家讲好啊。好吧。待会你会挡到四个。只剩最后剩下最后4个位置哦，哎，我们刚好。等一下，你跟外公交换。外公刚刚完。上下去，绝对都会走。到底有没有亮啊？我们试试看。来，都真的没亮。上海的。哦，这是上海的。妹妹，嗯，你行吗？小朋友放在前面啊、哦，好来。你要对准看着那个眼睛哦。这个。好，你升。是吧？不是哦，那你看看，等一下，帮你自己升，你自己升。对呀、啊，可是我都看到那个上面。没有，那姐姐好了。Sorry。姐姐。那姐姐加油。太高，太高，我也没一样。来，妈妈的，还有外公的，爸爸、哦、对对，还有外公。来，外公加油，外公叫爸爸射，叫爸爸射、啊，还是阿外公自己？我们已经没有了，我们他是最后一位啊、哦。他咬一个球，他咬一个东西哦，狗狗咬个东西哦。好，外公加油。那是50万而已，是我们的弟弟。外公瘦身子。明天请早。加油！没有，不是，我们就是限50块而已。哎、欸，你看，限50块。哦。太低了，是吧？太低了，是吧？是啊。好吧，我们就到北门喽。那今天结束，我们有点晚，所以我们没有过去看投影。但是从这边大概看得到。